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的11月2号，请 Jasmine 小朋友来更新一下今天的疫情数据，please Jasmine。COVID-19 coronavirus pandemic last updated November 2, 2020. Coronavirus cases 46,810,375. And the death cases is 1,205,206. And the recovered cases is 33,754,231。是的，这个是今天刚刚更新的全球的总体的数字。来源仍然是这个 worldmeters.info。我们继续多多保重，然后也，在公共场合，尤其是在密闭环境下，佩戴口罩，然后勤洗手。如果不方便洗手的话，可以自己手边备一个便携式的那种酒精喷雾什么的，做一些备用吧。保持社交距离，就是不要尽量不要去人挤人的地方。同时，那些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，也希望他们的口罩、防护服、消毒剂得到合理的保障。感谢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在保持工作状态，谢谢。之后两张就读一张，另外一张大家看一下，是的，就避免重复的时间的。谢谢。Peace。Peace。哦，我不说完，不说完。Peace。Peace。